第一次啊。我本来是想看渔船的，太晚了。哦。他们都是被我一大早抓出来的。今天没有想到我的目标，有啦，就是一种，很开心，来了一张，成功，结束了，应该吧。马虾有吗？没有。黄鸡一包多少？那根那一包是500，你那根是600。这边要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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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礼拜也才进3只回家。
欢吃这个。不要点啊，太凶。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不超跟十几斤的马家吃起来，就是口水吃起来是有差，但是不会差很多。真的、哦？它会两个一起比起来吃的话，它你吃得出来，但是这个也不太会出那个味道。哦，马家。对，尤其是这种水族，它那个因为他们是红鲑鱼。肉比较正好了没？对，然后冲一下就好了。拿个袋子装那个白带鱼。今天好像太晚来了，然后有买到什么？白带鱼的鱼，可能是要买那个都是我们的带鱼。可能要后来，哦，不是，可能买那个贝嘎，今天好像卖完了。可是之前看都很多呢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能够印山上的鸡，不能印海里的鱼。那个鱼头还不要，鱼头里面的鳃还没用掉。哦。鳃呀。哎，那个剪刀。剪刀那只。我到我头了。拿着，这个你拿。我很久没拿。拿着。你大虾是不是被玩坏了？大虾。怎么说？他不是说要鱼会掉吗？下巴醒开啊！我不知道，反正待在这里啊。好。嗯，我觉得应该说，做这是个趋势的话，就是好事。因为还有那个鱼会这样有办法克制的话。对啊。哎，你这样就把那个下巴剪掉了。就是渔民没有办法自己卖，他都是交给鱼会卖的话，鱼会要从中收税。对啊，对啊，那克到的税才有办法去维护整个渔港的品质。是啊，对啊。如果说是在大方向的话，老板好事。是不知道怎么。如果有时候我觉得，可是可能还是投不了。人民想不了那么多啦，会觉得说啊，你就渔会变过被垄断。嗯，重点就是渔会要公正。如果说公正的话，没话讲。重点就是如果说。然后我看有纯粹利益关系的话，总是会令人诟病。对。他就先把它切掉。对，就这点肉，对啊，对，因为他切得很细，所以他可能。哦。不要了，头不要，就这样。对啊，所以他换像以前那个小港，那个也是贵，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。对啊。产量就是没有，鱼会根本看不上你，就是无力可图了，所以就弃走。没有，弃走。对，很多。上面的硬体有时候都是当地居民花钱的地方，有自费这样，然后天车坏了，就到时候有事，到时候吃的时候就会那个。没有，你要把它剪掉。吊车也是自费，这个吊车是自费，我们那不要那么剪它。
好辛苦哦。不要啊，这个是我用的。对啊。对，阿庆是佛心训练。哦，比较刚才比较猛，嗯，比较刚才。这是不是？你这还补血呢？他说现在是为了干，然后地主要胭脂洗，还有胭脂洗红红的。没有，我就觉得不要了。不要用切的，我比较好。而且你煮起来中间有一点点的。好，不要不要。好吧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只要三个。你要自己煎？没关系，如果你方便就煎。不方便我再煎。那你都蛮好切的，大吧？对了。对看你们杀鱼就觉得很厉害呀！哦，没有，外劳更厉害。其实外劳有时候是速度快，有时候一些细节比较没有那么。外劳叫开外挂。有时候有一些蛋什么可能一些真的不行，这样特别屌。哎，那边好像有人在吃胃。真的太屌了！会把那个鱼都马上要吃都可以吃啊，因为好不好吃都。喜不喜欢吃吧？喜欢吃，对啊。会吃味的，基本上每种鱼味都可以吃。爸爸，胃的味道是很重的。不会啊，对不对？脆脆的鱼。嗯嗯嗯嗯嗯嗯嗯